挺好，挺好，挺好哈。那个，我们问一个八卦点的问题啊。嗯。就是在家里的时候，都怎么称呼啊？称呼啊。嗯。袁鹏，哎，你跟你媳妇在家互相怎么称呼？哎，哎，叫什么？哎，他叫你呢 ？B。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家庭啊。啊，两口子没有什么爱称吗？就偶尔，老婆。嗯，亲爱的，这年轻人嘛，对吗？您在家还喊亲爱的呢，对不对？我多岁了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啊。海霞姐在家跟姐夫有什么爱称没有吗？嗯，开始的时候比现在多，因为开始的时候可能新鲜吧，什么都叫。哦。宝贝儿啊。嗯。亲爱的呀。或者说海霞呀。或者是说，您说这是他叫您是吧？他叫我呀。嗯。那现在的话就，他叫什么呀？就叫海霞吧。叫海霞多。啊，就叫海霞。海霞多。对对。您怎么称呼他呀？因为可能一开始也叫过什么，叫过老公啊，叫过哥哥啊，什么都叫过。后来我给他改了，我直接大华吧。姐夫全名叫徐庆华。嗯。所以海霞。小名大华。小名叫大华。对。嗯。哦。这大华站在海霞姐跟前就大不起来了，就啊，对对对，应该还小娃子就。